干啥呢？在家练歌呢。不是，这都啥年代的古董，你跟哪儿淘的来的？现在谁还拿着录音机听歌啊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，肤浅。这台录音机对我家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啥意义？想当年我爸就是用这台录音机在我妈上下班的路上对她围追截堵，用一种不要脸的精神俘虏了我妈的芳心，于是乎我就诞生了。我的脸皮那么厚，我要继承我家的优良传统，要向我爸学习，用他的方式追求你，感动你，温暖你，黏着你，粘着你，呼着你，征服你。哎呀，你可别恶心我了，行吧？你说你那大脑袋瓜子一天都寻思啥？寻思你。别少废话吧。对了，我找你有正事儿啊。啥事儿？是不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？我看你一眼我浑身难受。我不难受。行了，别废话了。为啥我家门锁坏了？我已经打电话过人叫人修了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你在这帮我看一下家啊，我有急事出去一趟。你干啥去？找谁去？我呀啊，我找田笨笨去约会去。你管着吗？小美丽，你是不是太过分了啊？你找田笨笨约会去，让我给你看家，你肚脐眼吹喇叭咋想的呀？不一看，那你再跟我厉害一个，你看不看？不看。看不看？看。贱皮子吧，好好看。爸，今天只要280。爸，你太忽悠我买你的鞋呀、啊。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，你先买了还搁那搁着呢，我又穿不了。你怎么穿不了？我啊，爸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啊，你这颜值啊，这气质，青春美少女，我搭一老头鞋，那能好看吗？姑娘，你太不时尚了。现在最流行的，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，对不对，朋友们？哎，你穿上试试，保证好看。我不穿，不穿，难看死了，我不穿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爸给你鼓鼓掌，行不行？好好看。哎呀，行吧，你不信，不信你看，你看这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走两步给大伙看看。音乐。好看不好看？给谁说好看？好看送你穿啦！哎，这孩子，你这是什么玩意儿？烫死了！小美丽，来，来，小圈啊，圈，干啥呀？来了。哎，倩儿啊，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。范爷爷，哎，让我猜一下，你是不是想卖我鞋？你咋知道呢？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。告辞。回来。我看你说你都多大岁数，你那么没正形呢你。就是。哎，大你小子。哎，小美丽，你咋的了？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于出手，可是我一家找不到买主。买主还不好找吗？啥货呀？我买。你啊，满兜上下就3块钱，咋买呀你？我的卡。太好了！当当当当！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。是吧？啊，不贵，288。多少钱？288呀。你想赔死啊？我花688都买不着。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没多少，就15双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，给你了。别说15双，150双都没问题。真的啊？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。小美玲啊，不是你俩咋了？二哥怀孕了你啊？你二哥怀啥孕？他有这本事吗？他有这本事吗？咱们家
杨李丽，你要的山楂我给你买回来了。山楂，山楂。大哥啊，小米粒怎么的了？甜笨笨，怎么走哪儿都能碰着你呢？啊，这里不欢迎你。Go go go！ 你有病啊，王小倩，这是你家呀？不是我家还是你家呀？卖出他家了。哎、对，你家房子卖了。我们家什么房子卖了？没有。王倩，来来来，你过来。你到我们家干啥来了？小米粒想吃山楂呀。这里边还有他的事儿呢。什么事儿啊？王小倩，你也是肇事者之一呀、啊。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往后退，干嘛事啊？往后退，我连自行车都没有。你什么自行车？我就问你俩，俺们家小米粒的事儿，你们必须得给个交代。必须得说清楚，给个清白。啥清白呀？自己看。姐夫。哎哎，来了。来一个，干啥呀？山楂买回来了。哦。哟，笨笨啥时候来的？刚来呀、啊。不是刚哥，小米粒咋的了？咋的了？还没看出来吗？俺们家小米粒，俺们家小米粒怀孕了。你俩就说吧，是谁先上车后买票？你们俩给我听着，他肚子里的孩子，他爸爸是谁？田笨笨，平时看你斯斯文文的，没想到你偷摸下黑手。你有病吗，王倩？你住手！不收！哎，你们听我说，不是你别说话，你是受害者。你闭嘴！你什么意思啊，王倩？我啥意思？你不明白吗？不明白。哎，孩子谁的？哎，别说话，你是受害者。你闭嘴！孩子到底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哎呀，你们听我说。你还能说什么？现在这种情况，你还能说你是假怀孕？是啊。谁信呢？小米粒，看清楚田笨笨的人品没啊？你怀了他的孩子，他却不承认。我告诉你王小倩啊，别侮辱人啊！你是男人不？废话，你要是男人就认了这个孩子。我不是，我都认什么认呢？你要是男人就敢做敢当。我做什么了？我什么都没做。那是谁的？我不知道。我的。我大姐夫在小区里那嘚瑟，他都彻底飞鞭子了。咋的了？咋？我大姐夫花2块钱买彩票啊，中了10000。哎呀，啥玩意儿？真的假的？他能是真的吗？哎呦，买彩票这么容易中奖啊？我买彩票都花了10000了，2块钱都没中着。那你老公那个穷命能中10000？谁信呢？谁这是？你看，你还不信？我跟你说啊，我大姐夫现在就像那个散财童子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就在小区里给正在玩耍的小朋友一人一根冰棍儿啊！人家说了，那叫雨露均沾。你看我还沾一根呢。行了，沾啥呀？你大姐夫就不是那嘚瑟的人。我回来了。暖暖的春风迎面吹，花花朵朵开，枝头鸟儿成双对。哎，老公，淡定。情况都知道了吧？报告大姐夫，我知道了，基本上就都知道了。好一张碎嘴子，谢谢大姐夫。老公，钱呢？哎，我要数手，我要数到手抽筋儿。嘿，拿去，可劲儿抽。看什么？花2块钱中10000，我再瞅瞅你。哎呦，我什么了不起？老爸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是想花钱，我就要找到那种花钱的感觉。哎，老公，哎，妞妞想学舞蹈，抱抱，让她练练气质。哎，她想去夏令营，抱抱，让她练练胆儿。她还想学卡丁车，抱抱，让她长长北。
这嘚瑟的大姐夫啊，别嘚瑟了，你自己知道哪是北吗？北，行，哎呀，你行了，你这是羡慕嫉妒恨呢、哎、人家有嘚瑟的资本，你拿啥嘚瑟呀？他凭什么嘚瑟？在这个家里嘚瑟是我的常态，他嘚瑟那就是个意外。嘚瑟，哎，街坊邻居们，你们等着啊，分分钟我让他这10000块钱都嘚瑟光了。媳妇儿，干啥？看人数钱呢。别，数人家钱干嘛呀？来，咱家有，来。哎，我也有。哎。